是一种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对，所以它表它代表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嗯when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our own emotion，it helps us be aware of what is needed to problem solve。嗯，当小孩子有高的 EQ， 他的软技能就会自然开始怎样讲，开始进步吗？进步，对对对，因为软技能 soft skills， 我们所讲的 soft skills 就是他的合作精神啊，他可以解决问题的啊智能啊，他的沟通智能啊，这些智能或者 soft skills 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帮助他们跟别人交谈。不要哭，那句就是我们就不鼓励，可以这么说了。如果我们要培养他的 EQ， 我们就要给他了解他做什么哭。Help them identify their emotion，是，就是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就是痛害怕。